们呢，现在呢，先让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男卡司简单介绍一下他在剧中的角色。我们很快的访问之后，我们就会让所有现场的摄影记者安排你们的拍照。好，首先我们来请。感谢今天到来的所有朋友们，我是罗宏正，我这次在卓剧场里面推理，滴水的推理书饰演的是高成伟，他是一个书店的老板，然后在里面莫名的卷入了一起疑案。8月6号记得锁定，谢谢。谢谢，来我们请第二部接棒的走过爱的蛮荒的李英红。大家好，我是李英红，然后这次第一次从歌手的身份，然后参加卓剧场的走过爱的蛮荒里面的主演，对，很开心。然后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武教名师，对，教育家。然后因为本身的一些对自我探索的这个成长的各种挑战，开始了一个偏向教育的旅程。那这一部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好好去观赏的一个爱情成长的一部剧，对，看完之后呢，你会觉得更爱我。好，我们来第三部。大家好，我是张耀仁，然后我在这一次小弟老师导的《谁说妈妈像月亮》里面饰演安静。那《谁说妈妈像月亮》呢，是改编高秉涵律师的这本《山东少年传奇》。那高秉涵律师在这30年来陆续的把我们这些农民伯伯，就是这些国共内战之后的老兵们的骨灰带回中国大陆，那是一段很伟大的故事。那我们这个剧呢，就是围绕着这样子，他做的这些故事发生的一些事情，请大家期待。好，第四部紫红，绿岛惊魂林子红。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红。然后这一次我在绿岛惊魂里面饰演的是志杰，那他是一个外送员。所以外送真的蛮热的。那我们这一部就是其实是探讨了，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啦。对，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对我来说，我拍得很沉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谢谢。哦，好，所以呢，介绍他这剧中的角色。其实今天蛮巧的哦，四位男卡司，其中有2位是 Special 的团员，那4位呢，其实都是歌手，跟都出过唱片，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卓剧场男团正式成立？我们要不请团长讲一下，卓剧场男团。你看着我，然后说团长，对，我的意思吗？是，我 cue你。但其实团长有长这个字，我就担不起，应该交给学长吗？比较长的。大家好，我们是卓服士。卓服士 ，OK， 好。Okay, 没有人 get 到，没关系。卓服士。所以，身为团长呢，我是好好的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歌唱只是我们的兴趣，那演戏呢才是我的本业，所以请好好的欣赏我的本业。哦，厉害，好。我们其实刚刚都介绍角色了，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我们每一部要播出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让每一部播出的这位男卡司帮我们推荐一下，或是呢，你觉得像刚刚特别有讲到了是推理的社长嘛，哦，洪正的推理社长，对，那我们8月6号要首播了，嗯，你觉得怎么样给你的粉丝或观众推荐一下怎么看这一部，因为其实推理还蛮难的。对，我觉得是三个守则啦。哦，守则三个守则，好，第一就是理性讨论，第二就是严禁剧透，第三就是保护凶手。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猜凶手，你们都不能够讲凶手是谁。对，因为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嘛。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把那个真凶给揪出来，让他绳之于法，但是对于这种如果有在喜欢推理或者是喜欢自己解谜的人，他们被迫的知道答案的那个感受，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体验。所以我们8月6号首播的时候，会不会感觉上你可能也是凶手？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现在是上帝视角，我已经知道全貌。哦，我现在多说多错。OK， 好，那我们从推理书屋之后，我们就要走到爱的蛮荒了。那刚刚有特别提到，其实你是歌手，是我是凶手，凶手，你是凶手，
实我们都是凶手，都是凶手，都是凶手。好，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歌手，然后要到演戏，演戏是你最爱的。那这一部剧的导演是王明台导演。那在演这部剧，其实你第一次担任这样子演戏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可以分享的部分？因为从歌手到演员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事情，这个领域跟我本身差别很大，所以我做了比较多的准备，是在演出上跟一些表演的事情，那也跟导演讨论很久。那我也在一开始就跟导演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哭。对，有哭戏吗？这部有哭戏？有爱情吗？爱情，这部是爱情为主。其实就是爱情、亲情跟友情都有。OK， 有哭戏。但平常我就是比较压抑，所以我有跟导演说，那我们也有在表演课尝试很多技术的方式跟比较内化的方式，但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真的还是哭不太出来。然后有一场比较重的是要在灵堂的一个戏，那因为我本身对那种环境就比较特别不喜欢啊，比较害怕。那我在前一天就还是整整练习了一天，前一天刚好放假，然后当天就带着我前一天所准备的情绪去，哭出来了。对，最后真的就还是哭不出来这样。然后不过很开心是导演其实就三个 tag， 他说好可以，他觉得不一定一定要哭出来才代表有那个情绪，那他觉得我的情绪是有到，只是没有哭出来是稍微可惜一点，有的话更好啦，有带一点眼泪，但那个情绪有到，他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鼓励 ，OK， 眼眶泛泪，没有哭出来，但是情绪到了就可以了。对，是、okay. 应该是这样，希望导演是这样子。OK， 我现在是。好，好，讲到导演，我们要不要请耀仁讲一下？其实耀仁这一部剧，《谁说妈妈像月亮》的导演是小弟老师。你和小弟老师合作非常多剧，那这一部剧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之前演老师的戏比较多都是客串，或者是比较多都是一些配角。那这一次是第一次接下一个比较重的角色。那老实说，这次在片场，我几乎蛮长时间都在被老师骂，那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然后，而且，但是其实那种感觉很特别，就是说，虽然常常拍片完，回家啊，有时候骑车回家的路上，其实真的有蛮大的挫败感。但是那种挫败感有时候会伴随一种，这样讲可能很奇怪，就是会有一种很幸福或是很幸运的感觉，因为会让我想到以前在这剧场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要求很多表演上的细节。那必须老实讲，以前在课堂上可能并不是那么实作，所以其实你不太懂老师那个要求的那个美感到底在哪里。但是真的到片场里面的时候，老师常常会跟我说：“你这边 key 太高了。”这边这个角色 key 要低一点，然后我就会听不太懂，然后老师就说来你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就哇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老师说你这边节奏再慢一点，或者是我还记得我有一个走路，只是单纯就是走路的 take， 就是从这边走到那边，很其实一般我们拍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很正常一下就过了，但我那个 take 拍了20次，然后就一直卡，然后又在那种停车场里面，那。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老师的魔力就是每一次他跟你讲完或是每一次他让你看一次这个回放之后，你真的就会有一种对，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这一次真的学到很多，然后也很感谢老师给我这样子磨练的机会。那我也觉得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一直骂你，然后一直叮咛你，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OK， 好，我们谢谢耀仁的分享。来，最后我们要不要请子红来讲一下你剧中的角色，还有导演是本尊导演，宝森导演是挺有趣的导演吧？很闹。很闹，那你的角色要需要很闹吗？我的角色也蛮闹。真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智商比较低的角色，然后情商智商都蛮低的，所以其实我在诠释的时候，我心里的压力蛮大。又跟本人差太多了。就基本上是要完全换一种方式了，对对对。那我觉得这部戏真的虽然看起来比较可能诙谐幽默，然后还有这个惊悚的元素，但是我刚刚也说我拍得蛮沉重的，因为我觉得到最后还蛮有意义的，虽然一开始看起来荒谬，然后我们四个主角是普通工跑去
挖黄金，但是到后来是有带给观众一些东西的，结尾我是蛮喜欢的。哦，其实我可能额外问一下，也许记得会问，其实在座四位两位是 special， 那一个现在当现在是推理，那这个推理的要不要跟挖金矿的讲什么话吗？有没有需要？推理跟挖，你是说教他怎么推理挖到金矿这样吗？对对对，有没有？首先你要先找到有黄金的地方。对对对，这你懂吗？因为 我知道你智商有点，所以哦，你懂吗？不太懂。就是你要先挖黄金，要先找到黄金。厕所里面没有，那不是。哦，真假？我尽力了，推理社的。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不好意思。爸爸不在。好，没关系。我们今天不是 special， 我们今天是卓剧场的男团，对，对不对？下午组团，晚上解散那种。真的吗？哦，刚刚团这个团是不是要多才多艺啊？你是说要对啊，唱作俱佳，对对对，然后又要推理，要做推理，又要写小说，写小说，挖金矿，是还要做叫名师，对对对，都要都要。你是外送。哦，外送，外送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普通上班族在剧组。OK， 好，那我们要不要最后我们要在拍照之前，让每一位男演员给一句推荐，让所有在座的媒体记者跟粉丝们，你们的剧。八月六号《滴水的推理书》会在华视，会在公视还有 My Video， 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好，来，英宏。就来一起越过爱的蛮荒，对，然后对，很好看。好，来要人。我觉得就是台湾自己本身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那我们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历史底下，那再加上老师他有他自己很特别的一个眼光，然后把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好，谢谢要人。来，子红。推荐大家要来看怎么样挖金矿。首先一定要先看推理书嘛，再来是走过爱的蛮荒，是，再来是那个妈妈，黑说妈妈像月亮，然后再来是绿岛的惊魂，一定要看，因为我觉得小丽老师真的很屌，在现在这个环境极差的状况之下，她一次可以开这么多部戏，我真的觉得势必要支持，真的拿出良心。哦，好。谢谢谢谢所有男卡司，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呢，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可以。先看哪里？从左边好，好来。来看左边。左边。然后你再出来一点点 ，OK 好 OK 来，好再开一点点，好来这里。好，我们看中间。来，这一台，谢谢。好了吗？好 ，OK。那是左边一起哦。来，这边吗？来这一排，谢谢。对对对，来等我一下，自由出来就好。好，有别，谢谢了，谢谢啦。现在希望呢，对啊 ，OK 吗？好 ，OK 吗？好，来我们单拍。好，左边来，来最左边。好。然后
好，来，我们要上手指板一张，谢谢。好了吗？好，好，来，谢谢。等一下，碰一下。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来，再来放电池哦，歪仔。哪里？来放电池。好，你吗？好，谢谢。先生，谢谢。休息一下，这样吗？你刚其他两个都没看到。哦。行。OK, 好，谢谢。看左边。来，正前方。来，左边。往左边来，好，对左边。我来看一下。好，来左边。左边，啊，牌子低一点，来，谢谢。好，来中间。牌子的话正在开。好，来，中间来，我们手持板还是。很会哦。好，左边。朱先生，左边来。来，正前方。
再欺负另外两个。好，来，另外两个一起出来，我们要。对啊。男团。对，爱心好。好好好，爱心爱心爱心。好，左边左边。哎，你左边，在左边这边。好，中间。对哦，要人不一样哦，要人会哦，要人会哦，小不一样哦。没关系，我们晚上就解散了，没关系。好了吗？